你如果是作曲家，第四乐章你要怎么结束？大概是和和热烈兴奋的结束，让你觉得精神的亢奋的余韵无穷啊，对不对？要拍拍手，让大家，我看各位，最后如果你觉得不错，不要做，你就起来帮我们喝彩一下，好不好？安空空空，好，你现在起来动一动一点点啊。对，各位，最后乐章通常就是所谓一个轮旋曲式，假设 A、B、C 是三段不一样的音乐，从头到尾的铺排就是 A、B、A、C、A、B、A， 小的结束 ，C 在中间，然后你看 A 出现了四次 ，B 出现两次 ，C 在中间，就很对称的这样子，啊，所以我唱解释说为什么要这种曲式。A 就好像那提不住的两岸猿声 ，B 啊、哦、坐船往北偏一下 ，C 哇往南又更偏一下，让你看不一样的风景。最后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就这样结束。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那第二个比喻哈、啊，今天这个比喻哈、啊，我刚刚说中间跳完舞之后，年轻人牵着马要去遛马啊，那个感觉上不一样。这次不只是遛马，就在广大无垠的海的草原上。热烈的奔跑，然后男生们吆喝着，然后很快乐的这样骑马，一直奔，豪放奔放的奔到天边去，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是会让你热血沸腾，很棒的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第一遍的 A， 当然所有的曲式里面 A 是最完整的，后面的 A 不见得每次都是这样出现，会稍微少一点，会稍微变化一下。啊，前面的 A 一开始你看到、哦、好像大家在喊着走吧。来，接着打在地上，有没有哈？最重要，我告诉各位，等到 B 出现，虽然是这样吆喝的，可是音律就是这么美啊！不是从头到尾都闹哄哄的，中间会一段很优雅的，哇，由中音型大型拉出来的，不等 B 段哦，旋律非常重要，所以要让你在变不对之中，又增加它的色彩跟能量，让你不会枯燥乏味，很精彩。所以那 B 段要出现之前呢、哦，哈、哦，有一段哦，我形容哦。这是我们的心情愉快到怎么样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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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C 其实是 A 段的发展，所以其实如果严格讲起来，这个叫做轮旋奏鸣曲啊，因为它又有奏鸣曲发展进程在里面啊。各位，我们回来串了嘞，好啊，我们串了。好了，最后 A、B 啊 B， 你看我 B 出现之后，哇、哦，会随着那个音乐的优雅会晃动一下。A， 然后 C 的话，我用这样比。我的肢体语言最多最丰富的时候就是在发展的那一段啊，那又回入到 A B A， 啊，最后一个小小的结尾就结束了，好，跟自己喝彩一下，拍拍手。